点呢？我想到哪里？昨天你不熟，你家里最熟，我到你家去。可以啊。对对对，这是我，大家有空看看看，看要不要帮忙找一下那个餐厅，看你们要吃何菜呢，还是要吃？哎，等下哦。哎，好，这个，你刚刚那个画出来，要把这个。我抄你这个单子啊，你就这样了，谁再来？你不好意思啊，你昨天没有上课，我怕。